什么就是我们这里代表一个名字，名字我们通常用的词就是相当于是 what，what's your name的意思，名字呢，那就是 name 的意思，所以这些词用在一起的话，它的语序是跟中文的语序是跟越南语是有些不同的啊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这后面的这段话就是。 老师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所以老师，注意一下，老师跟大卫用跟对方打招呼的时候用词是不同的。大卫说：“老师，您好。”然后老师回答说：“你好。”